曹锦辉的头球，面对对方的打者 Zambrano。 哇，这颗球154公里、的协议，只能最多出赛三场，但是要隔一休四，第一场只能投60球。好球，三振换球，看他怎么来面对这个打者。这球走外角，哦，这个球很漂亮哈。如果尤其是当然也可以是多应用的。好，这球过来是一个好球，气势各方面真的，大家真的是100%的精神啊，都拿出来了。好，曹锦辉队的领先，变化球，投的不差，站得平手，偏低的球，就是球速落后，曹锦辉加油。出局，卖猪肉，回去卖猪肉吧。张景辉加油！三个出局，卖猪肉，回去卖猪肉吧。哇，160公里，太夸张。好，日本队在这个半局，攻下3分，双方是3-3的平手。第二人投手曹景辉，打击的是古家志，这球过来是一个好球。紧接着打击的是这个小笠原道景跟气势，直球过来，小笠原挥棒。球速变成了2好1快。啊，看这个比赛真的有点会得手好几年寿命那种感觉啊，这个心情真的是太紧张了。是，不过能赢大家在所不惜啊。刚刚应该感觉是一个变速球，对，所以他也是要试试，试试做一些变化球的搭配，速度来压制啊。小超，尤其刚上来的时候，这球插棒，来三振啊！球手的一个对决，这是速度啊，变化球，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感觉真的是上过大联盟的等级不一样。快速直球，速一啦，151，哈，所以他的最大的一个投手方面，曹锦辉取得领先，两人出局了，快速直球，三又难呐。第一角度的过来，藤本还是没有出棒，并不要投得很红中。第一球，哇，曹锦辉。